机中一个。没有啊，我们在你旁边啦，没换。阿基，你怎么？我们在啊。阿基，醒醒！我们在打号位吧。哎，他要晕吗？不是，趴而已。他只趴着而已。衰位。好，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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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有啊，不要骗我。他还在打哦。不要骗我。你看他尾巴，他尾巴还甩我们。哪还有啊？哎，别队的不要干扰我们这一队好不好？好的，说免了哦，没有啊，没有咩，有。我们三个说没有，你就你一个说有，连哈基也说没，没哈基也没讲话啊，都说没有，什么？没有，没有，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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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把枪放去啊，下来吗？等下，准备爆桶哦，准备爆桶哦。打完，终于结束了，打了屁啊！打在这里。哎，打到。哎，还好，可以。可以。我来了。放完了。我来了，好了吗？好了。好了，我放完了。嘣！为什么被打完没什么反应？尾巴没。哦，复活。哎又来撸了。我还有头啊！哎呦，他每次都我要砍的时候跑走，气死我！麻了，麻了，麻了！屁啦！复活在闹麻痹骗人！再来吐火，吐到我啦！抓人，抓人！哎呦，被击落了！让我骑车！不，撞过来了！啊，我怎么死的？我不是狙。那一招啊，我晕了。啊！复活！复活！骂你！我骂你！啊！我要骂你！让我骂！啊！那我再补一个炸弹。我们打完了。有人打完了，不是我，打不到头，气死！我也想打，一直跑来跑去，我会。哎呦，他一直跑走，跳不到啊！让我骑乘！哎呦喂呀，被动拐啊！哎呦！哇塞，泡芙，明天是想要牛排鱼还是要游艇？你可以分散一点吗？你可以等下个月再送。下个月。对。你可以每个月给哈基惊喜。然后哈基就会哈基每次也会给你惊喜，就会每次给你惊喜。哦，是啊。每个月都有惊喜，就叫月。月喜。月什么？月什么？月喜。你说什么？月喜。所以哈基每个月都有夜袭，夜袭是什么？不要懂，还没懂，还没听懂，我听懂，每个月都有惊喜啊，就是月，耶，感谢礼物，月喜，月，对啊，复活喽！哈基每个月都有那几天，对啊，有惊喜的时候，啊靠！啊！感谢小气点，啊没事。哎呦，我还没破哦，没还没。你知道刚刚是什么声音吗 ？Luigi 掉地上，好赢了。对，13张小朋友掉在地上。哇！痛！13张，好痛啊！我忘记他放在我的脚上。你怎么把它放脚上？因为我刚在偷打，在抓，刚在示范呐。看，我
天啊，边打边抓，六六六。不是啊，刚刚才他刚才示范那个啦。那个的时候，趁现在，快！阿童，又倒了又倒了。看我在互相打。有有有，我换位置，换位置。有有有，打完了。破了。这样放炸筒。互相伤害呀、啊！真的是互相伤害啊，两个片手互砍，那要被一个长枪砍。哎，最近可赛，下个月了。看完美接到哎、欸，天啊，我掉下来瞬间。没事没事。哎呦，哇大脚了。不要乱瞎掰好吗？这边还没结束哎、欸。没有啊，就还没结束。有啦，没有，他都快离去了啦，想骗我。你们打得完、啊，耶、哦，对不对？走，只是动画比较慢了点。哦，你怎么偷跑？哎、哦，六十五个小朋友落地。尽量打脚没远程的话，没有，我只是想打他下巴。要让他失衡吗？让他倒地，失衡平野，失衡平野。领奖了。我怎么最近每次直播都觉得好热哦？燥热吗？衣服的关系吧。衣服吧。可以举这么，嗯，他为什么可以这样举？不知道。是在演飞吗？小雨，嗯，抽到有人在旁边抽动，我靠，你在那边抖啊？对对。暴林没有，没有我要的。鉴定，鉴定，鉴定，没有我要的。还有十三只台湾蓝雀的爱好。哇，巧克力粉，你骂人也骂好一点，还打错字哦。北吃是什么？北吃北吃。哎、欸，才十四而已哦，有十四就好啦，就好啦，有了。哦够了，十四就三斤了，对啊，哇，都这几天练到一百七了，好宅哦！啊，这个直接 ban 了啦，没关系啦，打错字惩罚他，惩罚他 ban 掉 ，ban 了，惩罚他，告诉他，你就算之后要骂人，也要骂对，好吗？对啊，你唯一的一次机会。对啊，对啊，他好好珍惜啊，真的。嗯，骂人错字直接七十九，那已经不是七十九，那是跟你在跟人家呼嘛，说啊你是这样，然后突然一个嘴瓢，然后对方就笑出来，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哈。你直接就没有就是吵不赢人家了，你就已经输了，决定输了。我不知道怎么，战斗你已经输了。我突然想认识之前说什么八加九，然后放音乐放儿歌。哦，没有，对方会吓到你怎么了？没有，人家就是那种就是很出来很凶，有没有？然后就噔噔噔噔噔，然后超帅的歌那里出来，然后放儿歌，直接走过来全部笑成一片。他是要一个一个打吗？对，先阎王一只，再打一只炎飞，然后再打三只。哦，改炎飞？对呀、啊。可是，这样不是拆两团？对啊，一定是拆两团啊！下去接了。去哪里接啊？一般的吗？你看一下，你去
楼下先去找那个剑术大师，蓝色金看他。好，我要去接那个啦，调查的、欸。哦，哎、欸，对，我还没接，我要去接一下。接完了，还没接，去个，我要用那个龙种什么？苍蓝星。啊，不会。嗯，哦，两个龙结晶真棒，真棒，真棒。那哦，特殊任务的，对，但我没有，我没有古龙，我没有古龙种可以打。龙结晶之地也行啊，那没有，你主要在龙结晶之地。我没有在大一种。那你只好结束后再下一阶。古龙啊，等一下不是打那个阎王救古龙了？对啊，所以进去里面看动画再出跳出来吗？不用，没有啊，就直接进了。不用，直接进吧，我开了，开。好，参加。开了，开了，我搞。啊，那剩下两个要自己打。冲冲啊！我进来了，哈哈哈哈，进来了。我音乐跟繁星，哎，繁星，哎呀，繁星来了，音乐再见。好啊，好啊，我自己打啊，好啊。找怪兽打。我自己打啊。野客怎么这样啊？好，我退，我退，我退。没有啦，没有了，没有啦，你退啊，你没有啦。你退啊，你没有啦，退、欸。他退了，他退了，他哪会讨厌我？他讨厌我们，他只是叫我退，他想跟我们做朋友。杰克就这样，没有哈。哦，哎，两个哈基，那是两个哈基，那我们可以出发的。两个哈基，对，还是刚刚的那个。真成就错字大王，还好啦。然后北痴是什么？然后他是先打北，再打痴。然后 Nightbot 就是又打了一串东西之后，他就改成七。我说你打错字就不要再打出来了嘛。对，没有在骂人，还要更正错字这件事情很尴尬、啊。就像就突然 low 掉，在弹歌弹音乐什么的，你弹错不要讲出来，人家以为你是故意的。嗯，对。就直接这样过去，就让他这样过去就好。你还故意说，我刚弹出，然后他没人发现啊，没人发现，你不要讲出来啊。咦，哎，张地图的话，他应该会在那，应该是在十五吧？好喽，他不是坐在那边吗？嗯，对啊，哇，想去摸他，从哪边过去？好久没看到他了，好怀念、啊。哪有啊？哪有啊？你打红魂玉就没遇到他吗？那时候就打一堆了。我说在这张地图啊。哦，哎、欸，真的是大一种，我的天啊！对啊，我刚刚大一种、啊。接那么开心。这钓鱼。钓鱼。啊？打？嗯？钓什么？啊？什么鱼？杰克讲的啊。什么鱼？不是我讲的啊，刚刚是谁？都是你啊，不是我吧？还是你吧？没有，就是你的音调学你讲啊。我不知道，我把我看。要打了吗？要打了吗？要打了吗？你不要这么骗啦！哈基还没到，哎，我到了，来啊，三，等等等等等。等等等等，等一下啦！是另一个我，他不是另外一个我，另外一个，不行，我肚子好痛。好吧，另外一个，他是短，可以原谅，可以原谅。是转身衣装吗？我觉得没办法。什么反射衣装？我没通知。是转身衣啊？有人出门不带？有人穿了，是不是？对。哎呦，这么屌！再打喽。哦，好，有一个好像还很久。啊！哎、啊，我还是喜欢这种无脑打的感觉。真的，不用一直这样跑来跑去。嗯，不是、啊，我不用算我哪一招之后要接什么，然后才有办法继续打。然后他跳掉，我还没办法再马上下一招。
感谢凯文的手链，凯文安安，你不要看我好不好？凯文不要看他，你会害羞，会害羞。他记得属性，嗯嗯，哎，哎、欸，我也晕了。今天我收到了一个这个火箭，不小心收了一台火箭，然后就等于就起飞了，起他就升飞了，哇！我要起飞了，起飞了。哇！你起飞了！白痴！嗯，就跟我刚刚那一场一样啊，超好笑哎！下来，下来！吓死我了！下来喽！下来了！哎、欸，他要倒了！好，好。吓死我了！我的天，真的，刚刚好近哦，超近，我刚才就飞到他头上了，刚好骑乘是够上去了，没做到我们就飞了吧，没做到就晕猫了。